来玩这款游戏，我的龙虚拟宠物游戏，黑色的龙养宠物了，赶快吃。它吃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像鱼肉。哎呦，好乖哦，又把他踢走了。哎，靠北有广告啊，现在是要怎样？要让我感受到养宠物要如何养到一肚子火吗？就是要有大量的广告，我无法再承受两个广告了。我养的龙怎么那么笨拙啊？免费。醒醒啦。啊，睡醒呢？好秀，它会越来越高。我这样就算完成新关卡了。帮它刷牙欸。哎，又有广告了，太扯了。不过刚刚那是5秒广告。好，现在吃的时候我可以直接用加速略过。这什么鬼啊？不过它是有中文的啦。幸好如果这是英文的话就很垃圾了。收集啊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